基本上跟朋友在这里聊天了啊，他说那个水沟里啊，昨天晚上我朋友在那边发现有两条大的鲶鱼啊，我们猜想是老乡家偷偷跑出来的啊，现在准备出发去看看能不能抓到它。这样子啊，他们这样子跟我讲，就说啊，给他，你知道白山这你敢冒出去？就这种感觉。啊。哥，你过来给他跟一下，就他们的。过来给救一下，没给他跟。那还蛮多人来的，长那些了是，工资，工资干出哈哈的。靓仔嘛。靓仔啊，就刚刚工作毕业的孩子。有海苔。那个鸭子刚来后，请刚上面上肉，有肉就冒，没有肉就跟中午的风啊一冒的落进来。哎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这么细的细的呀，在这里啊！哇，这条鲶鱼细的啊，粘细，抓到！哎呀，哎，可以了，看一下，哇，还真有货！没有在，哇，这个肚子好大！哎，就摸了摸了，就松了的。我找你俩，快了，哎哎，你看这里摸松了。估计是在这个小溪里啊，一直游啊，没有水，这个小溪非常少的水啊，导致它的腹部都弄伤了啊。估计是哪个老乡家养着的鲶鱼啊，跑到这个水池里面去了，把它捡回去。蛮重的，快1斤了这条。哇，大家伙！我朋友说还有一条，再找一找。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尽头了啊，就是外面出去是河了，也没找到另外一条，再往上走走看啊，能不能找到那一条。实在是找不到了啊，只找到一条，那一条估计都快1斤多了。明天的话，我去问一下那个老乡哈，应该是他家的鲶鱼跑出来的。今天因为太晚了啊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